女儿总是很优秀，无论在舞蹈上还是在学习上，总能得到同学的认可。可是最近她一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最近老觉得眼睛痒痒的，干干的，还有一种酸痛的感觉，眼睛总是模糊，看不清东西。好几次排练都出错了，在台上又不能戴眼镜，怎么办呢？世界卫生组织第153号公告最新调查显示，中国近视发病率居世界第二，40%的小学生，70%的高中生患有近视，而且近视度数迅速提高，孩子学习用功，几个小时下来也不见得休息一下，眼睛啊都布满了血丝。要是遇上考试，连续几天复习，看东西都是模糊不清的，看来呀、也只能给他戴眼镜了。戴了眼镜很不舒服，眼睛没事儿，看起来呆呆的，傻死了。戴眼镜连打球都碍事儿，让我的学习生活都很麻烦。孩子学习负担重，长期用眼量过度，恢复量严重不足，视力就直线下降。70%的高考志愿限制近视眼，50%的工作岗位拒绝高度近视。我的愿望是想当一名飞行员，可是从小学开始我就戴眼镜了，而且越戴越深，现在已经发展到400度了。考大学本来就不容易，毕业了也很难找工作，再加上近视，机会就更少了。哎，孩子近视怎么办？戴眼镜？不，眼镜对孩子近视状况没有任何改善，而过早的依赖眼镜只会年年换，越换越深，最终导致高度近视。科技健眼专家贝轻松爱视健眼仪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，随着放松减压的音乐韵律，柔压穴位，气压理疗，红外热敷，三管齐下，从根本上改善孩子视力，防治近视，抑制近视加深。每天几分钟，世界贝轻松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，第一大功效柔压穴位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通过指状仿真触头柔压眼睛周围穴位，高频磁场作用眼部神经末梢，通经活络，激活视神经，消除眼部疲劳，改善视力。让我试试。这种微微震动的感觉就好像用手指做穴位按摩，紧绷的眼部神经得到了彻底的放松，整个脑部也完全舒缓了，这种感觉太棒了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第二大功效，气压理疗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内置气囊，紧贴眼眶设计，增加眼球同频运动，促进眼部机体调节，恢复眼球自动修复能力。真的耶，整个眼眶都被温暖的气囊包裹着，非常舒服，眼睛不酸了，头不胀了，眼睛变得明亮，更清晰了。下面我们用远红外测试仪测试一下，看使用贝轻松之后，眼部热能值整整增大了7倍。对，这就是贝轻松爱视健眼仪第三大功效，红外热敷。它采用碳纤发热体，产生适合人体的红外光波，在眼睛周围增加热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使血液的血氧量增加，维持眼部健康，消除了大脑疲劳，看书学习都不容易累，以前眼睛酸痛胀的感觉明显减少，视力提高了，看东西更清晰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针对孩子近视易受损害但恢复快的特点，通过柔压穴位、气压理疗、红外热敷三管齐下，快速平衡用眼量与恢复量，5分钟消除疲劳，7天眼脑清晰，30天改善视力。贝轻松爱视健眼仪，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世界，一个公平的起点，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拥有贝轻松，孩子轻松，妈妈轻松。妈，我终于可以考飞行员了，耶！贝轻松爱视健眼仪让孩子有了好前程。只要孩子能远离眼镜，做家长的就没心病了。现在连视力表最后一行也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再也不用戴眼镜了，这样我将来找工作就有更多选择，学习也更有动力了，耶！谢谢妈妈给我买了贝轻松爱视健眼仪，不用戴眼镜我变漂亮了，更自信了。近视让你的孩子10年苦读功亏一篑，眼镜让你的孩子背负沉重的枷锁。你想让孩子摆脱近视的困扰吗？你想让孩子远离眼镜吗？赶快订购吧，不要耽误孩子恢复视力的最佳时间，做一个称职的家长，给孩子一双明亮的眼睛。每天几分钟，世界贝轻松，贝轻松爱视健眼仪。